Chantel 姚卓菲呢日出席摄影集签书会，吸引过百名小飞象现身撑场。适逢中秋佳节 ，Chantel 除咗签书唱歌之外，仲同粉丝大玩游戏，场面热闹啊！ 早前Chantel 远赴日本为新歌拍摄 MV， 顺便喺当地影埋相集。首次推出摄影集嘅 Chantel 大赞作品又靓又正啊！第一本系可以整到咁靓咁完美，系、我觉得好满意今次嘅相集。你见到个实物嗰时咧，哇！有冇觉得好珍而重之？哇！好靓啊！我冇 expect 过系咁噶，因为我睇相我就觉得啊，好简嘅，好靓咁，唔知入边会系点嘅咧？咁我 expect 咗系好多即系摆阵 pose 嘅相啦。咁但系我一打开嘅时候， 有好多即係日本嘅風景啦，有我哋拍攝嘅場景就咁吉 shot 吉鏡咁樣啦，咁我就會覺得好特別，因為我一睇嗰啲相嘅時候，我會諗翻起我拍 MV 嘅回憶咯，好多相其實佢哋揀咗咧都唔係一啲即係好typical 嗰啲，係啦，佢係可能我轉緊圈啊，或者個鏡頭歪咗啊，影嗰啲相，咁其實對我嚟講，雖然唔係最大家會最常見嗰啲，但 对我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咯，同埋佢好珍贵啊！17岁嘅 Chantel 要兼顾唱歌同学业，喺新西兰读书嘅佢一有空档就会翻香港探屋企人同埋朋友。不过每次都来去匆匆，好彩今次有多啲时间可以休息啊！因为今次就翻嚟唔出歌，咁所以今次就个 schedule 就松动啲咯，咁有多啲嘅休息时间啦，咁亦都好开心有呢个 event 可以同 fans 中秋一齐过咁样咯，咁我会觉得忙，但系亦都有得休息嘅。系咪特登可以留多啲时间俾屋企人啊？今次真系系啊，同埋已经同屋企人食咗一两餐饭啦。系咁嚟紧会再食多啲翻嘅，系啦。爹哋妈咪有冇督促住啊？喂，唔可以乱咁食太多嘢喎，咁样。佢哋知道我好自律嘅，因为我喺新西兰嗰边，我同佢哋每一晚 FaceTime 都會同佢哋講，即係我每日食咗啲咩啊，佢哋都會問嘅，咁佢哋都話：哇，好清喎，哇，好自律喎，咁樣咯。咁佢話：嗯，幾好幾好。咁但係學校驚自己肥咗啊，其實。我想 keep 翻即係 fit 咯，即係我又唔會規限到自己要點樣好瘦好瘦，但係我覺得健康我自己覺得自己靚就 OK 啦。嗯，係啦。 Chantel 早前透露中学毕业之后，有意返香港读大学。呢日 Chantel 亦都有同大家分享佢嘅谂法啦。之前有个生日愿望，都希望可能嚟紧都读大学嘅时候都会翻嚟香港，系咪？即系爹哋都冇俾呢方面嘅压力你啊？其实爹哋妈咪都好随意嘅，佢有同我倾过，佢话无论你咩想去边度，你嘅决定系点，佢哋都会支持我咯。咁我觉得好开心嘅，因为其实我有个 list 啦，咁報咗想報唔同嘅大學啦，喺唔同嘅國家入邊，咁但係我都即係隨心咯，因為我都冇話真係點樣話一定要讀嗰間啊，點點點點，但係我希望即係個天係安排嘅係最好噶啦，我都認為佢係會安排最好嘅俾我嘅，咁所以就係咯，隨心咯，隨緣啦，邊科啊有冇話諗住？我想讀 business 嘅，我好中意留意即係經濟嘅嘢，咁我覺得自己會想喺呢一方面發展啦。